花莲南区年度客庄盛事古王争霸，今年以刻骨铭心纵古客运季为主题，首度结合民间企业，7月16号到8月7号在瑞穗天和国际观光酒店户外广场将有一系列的精彩客庄活动，除了震撼的击鼓表演，还有定目剧、假日市集以及灯光装置艺术。今年暑假不妨来南区一趟客庄的活动体验。花莲南区年度客庄盛事古王争霸，今年是以刻骨铭心纵古客运季为主题，首度结合民间企业，7月16号到8月7号在瑞穗天和国际观光酒店的户外广场将有一系列精彩的客庄活动。延续了26年的刻骨铭心的活动，那今年我们不一样，非常特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征询了地方的士绅、乡长以及很多我们观光界客家大佬他们的意见，那希望说让这个已经有很久品牌的刻骨铭心能够变得是我们南花莲一个各行各业串起来的一个行销的平台。那我们就接受了地方的建议，那我们也跟这个6星级饭店的天和饭店能够合作，他们的广场开放，让在这活动的8天时间，所有的乡亲都可以到这个非常漂亮欧洲风格的饭店里面去看我们这个刻骨铭心客运季的表演。7月16号到8月7号，每个星期六日晚间7点到9点，除了有震撼的击鼓表演，还有定目剧、假日市集及灯光艺术装置。今年暑假不妨往南区来一趟客庄活动体验。在这个活动，天和饭店它也特别推出了客庄美食，还结合了我们花莲中医师的推荐。这个美食就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我们花莲最健康的食材来推出。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了瑞穗乡农会，在现场有展售我们花莲最健康南区的有机的食材。在这个活动的最精华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里面古艺的表演，是由我们在地的小朋友学习古艺传承。富源国小、富源国中的历届的小朋友，我们邀请回来在这个里面来表演，让这个古艺是一个瑞穗的，是一个富源的，也是客庄的这个技艺啊，我们让它有一个平台可以传承下去。记者惠焕世报道。